你此时是不是？兔子，被狗咬了。你说嘞？这我媳妇今天踩到一只小狗的腿呀，这小狗好像是牙齿刮了一下。你不踩它，人家会咬你啊，那媳妇儿。它跑到我脚底下来，让我踩肉。啊，你把它踩疼了，踩了叫三句，我就叫，我都提醒你了。我管叫，快吃牛肉来。走，带你县城打针去。等一下带我媳妇去县城打针呐、啊。回来就把它给炖了。打狂犬。妞妞，你孩子咬了我老婆，我跟你讲啊啊！你不好好管管，我揍你，信不信？这只咬刮的我媳妇，这只咬了，对，这只就对咬了，就他咬的你妈妈，快咬他，对，就这只小黑，用牙齿好像牙齿还是爪子刮到了我媳妇脚，刮出血来了，咬了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对，一个个打，一个个打。还虎子比较猛一点。调皮。打拳的哈。你过个野的地方，又表一个哭来，表扬表扬。你看看，还笑起唱歌。走嘛。一本正经。一本正经干嘛？啊？大眼巴子那么大干嘛？你不会给你打的。前面要出事故了。去吧，然后我姐红，我姐带我媳妇去打狂犬了，我爸去医院帮我报销医药费去。啊，排了排这里，这么多人，好多人排队啊，我就不去了，走不动道。上次在医院割了一下阑尾啊，刚才到报销一下，看了一下，交了13000。花了11800多，人报了80%多，报回了8500多块钱，花了差不多3000多块钱吧。回来了，我老婆买了年货是吧？打狂犬的。哈哈，我们换了件衣服，好看不？多少钱？不要钱，送的。你媳妇买啥了？水饺送新衣服。你买啥了？我买了几个药啊。我都买了个萌娃。回家走了。